3月15日，台湾艺人安以轩在微博晒出与老公两人穿情侣装的恩爱照片，并宣布小叮当夫妇结婚登记满2岁了，庆祝一下，来个升级版，变身爸爸妈妈，从此我们的世界多了一个你，期待666666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安以轩的预产期大约在7-8月之间，她老公陈荣炼外号叫65，而安以轩配文中连发3个66，是因为宝宝小名就叫66。此外，台媒指安以轩和老公穿猪年特别版猪小弟款出镜，以暗示肚里的宝宝性别为难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